对吧？咬电板很厉害，喂！等一下，他怎么变成双截棍？你又不是李小龙，他怎么会变双截棍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我知道你们刚刚拍手太小声了，他会害羞，拍手大声一点，叫他起床，一二三，拍手！不够大声，这样好了，掌声加上尖叫声。现在魔法棒很有精神的人了，两只手帮我抓住，对对，另外一只手，另外一只手。